你被录用了，嗨嗨 ，Tim 安安，声音 OK 吗？希望是还 OK 啦。什么底噪应该还行吧，还可以吗？我被录用了，没有错，我被录用了。比起音乐声音略小，好，那我就把我的音乐用小声一点。这样子就可以了，对吧？这样可以吗？嗯，就这样哦。777，不是人声变大，是音乐变小。没有哦，因为就等一下哦，我怕我讲话太大声。喂，喂，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家里有人。嗨，高高，高高，高高，今天有去哪儿玩吗？没有啊，不是，因为我在偷讲秘密，没有，他们听不到啦。我只是怕，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家的隔音好不好。虽然我很常在深夜的时候开，那隔天询问了一下，我也没装死，我就是询问了一下我的室友们，他们都说嗯没有啊，没有听到啊。昨天去吃烧肉，下午去看天能哦。我有看到你，我有看到你发的限动，有看到你下午去看天能。真的很可爱。男朋友的部分，烧肉。唉，画那么美丽，最近好热哦，我不知道，我觉得最近好热。然后我跟你说，我那天星期四去喝了一间 bar 的调酒，我觉得非常的汤。我很少跟大家讲说，我觉得哪一间的 bar 酒不好喝，或是什么，或是会阻止大家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大家，甚至我觉得也有点不专业。对，好，那就好，对，可是那一间酒吧。欸，我的音乐的那个截取怎么又不见了？它真的很废欸，哦，哇，为什么旧版的这么废啦？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好，总而言之呢，那一间酒吧的酒，我会说没有，我就会说有点汤，是不是好喝跟不好喝是。我觉得没有，好像没有很卫生。虽然我也有一点点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因为
调酒的关系，喝太多，所以胃不舒服。但是我觉得那一种不舒服比较像是掺杂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而导致的不舒服。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再跟大家讲是哪一间，还是我其实已经讲过了。总而言之，还蛮多人去到那一间酒吧的重点并不是要品尝调酒，而是想要买醉，或是等于他可能基酒用的很多很重。那当然你一杯就也才三四百，那你又要放那么重，如果你要压成本的话，那当然就是从基酒下手嘛。嗯，好，对，总而言之，对啦，岔开岔题了，就对，不是喝起来不是很舒服，嗯，然后我就直接睡了一整天，真的，我觉得很像肠胃炎，真的很不舒服，但我没有吐，我也没有拉，但真的很不舒服。我星期五起来的时候就是开始头晕，然后胃超痛，而且还心悸，我心想这是怎样。好，我们今天就是完美的、美好的星期日的下午，就来玩个烧脑的游戏吧。嗯，大家可以，就不知道干嘛的话，就帮我想一下。没有啦，星际宝贝，真的是星际宝贝。如果喝很醉的话，隔天都会脸很麻，会麻好几天。天哪，会麻，是怎样的麻？感觉为什么我听到很麻，会想到就是过敏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可怕哦！会麻好几天，所以会有一点点，就是如果捏你的脸的话，你会有一点点没有感觉吗？还是会有种？就感觉会有点延迟，这我不知道哎、欸！天哪，我喝很醉，或是喝很多，隔天，我想一下，那时候休息了几，没有到很久以前，不是什么两年前、一年前，就是今年的事情而已，大概也是睡一觉。一觉可能是大约4到5个小时这样子的一觉，那隔天就起来刷洗脸、上个厕所就好了，甚至隔天起来是很 OK 的。但是星期四真的我没有喝很多，我真的没有喝很多，因为我也没钱喝那么多。对，所以我不觉得是因为哦，当然我当然有醉，我没有酒量好到就是喝那样子还没有醉，但是我有醉，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醉到，不是没有醉到，就是我觉得之前在这样子喝的时候，胃还是舒服的，口腔比较明显，脸颊的肉会一直被自己咬到。哦，懂你的意思。天哪，喝很醉是指超级超，所以有点像是，如果今天，如果你喝一两杯还好，所以你隔天就不会脸就不会麻。可是如果喝很多杯的话，你的脸就会麻。还是它会有一个界限，就如果你今天有喝 shot， 明天脸就会麻；你今天如果没喝纯饮或是 shot 之类的，你隔天就脸不会麻。对哦，所以小酌还好，大喝就会麻哦，这是在暗示。
喝太多了。哦，反正今天真的是很母汤啦，很可怕。哦，星期对啊，星期五躺了一整天，就还好，用了一下特休，觉得非常的开心。宿醉假嘛，但是我跟我的同事跟我的主管都说，哦，我的那个请假事由就写身体不适，然后头晕胃痛跟心悸啊，但是这对，这是对啦，对。然后我已经想好，如果老板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就说，嗯，可能是吃坏东西，或是喝坏东西了。对，嗯，对。明明就改歌，这真的很母汤哎！这我算了，我不截取了。好，我赶快来玩一下好了，晚一点可以玩。我真的，我在激励人心的，哎，哦，它更新了，哇，这好酷哦！在你专属的电脑世界中，设法将办公室自动化。感觉很可怕，这感觉很可怕。也许以后，我都不敢想象我等一下能不能可以在下午，可能我希望可以在四点的时候破完这个啦。但是我不知道，我希望可以破完啦，拜托了。想要玩其他的游戏。还有什么游戏？我觉得这个游戏接下来就不能接什么 Hacknate 了，那个我真的头会很痛，头爆痛。台主好像很会讲笑话，讲什么笑话啦？怎样？你讲清楚我刚讲了什么笑话？嗨，猫飞安安，下午好。啊，哎，我按到哪里了？什么绝对正向？其实这个要我再做一次，我应该也是忘记了，算了。超废，好，费布纳西访客，四点前破完，有你们帮忙就可以啊。我今天没有开声音，因为它实在太吵了。这可是个苦差事，碰上问题的话可以来问我，我就坐着看这个购物行路，干废耶。血液中的每两个数值是，每个数值是前两项数值之和。前一个数字是一跟一，那第三个数字就是1+1=2，第四个数字就是2+1=3，第五个数字就是3+2=5，第六个数值就是5+3=8，如此不断继续，生生不息。快去工作。如果 inbox 为216，那 outbox 出现应该是什么？哦，他要我把他哦，那出现应该是1123，1+1=2。嗯，什么东西？嗯，什么东西？哦，1+1=2，然后2+1=3，3+2=5，5+3=8，8+5=13，13+8=21，刚好是21，所以接下来又1+1=2，2+3，哎，可是没有6啊，怎么办？1+1=2，2+3=5，就这样，是不是？哦，不会，不可以超过数值本身，哦，好。到底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可能做得了啊？我办不到啦！费氏数列，费布纳西。唉，真累。不可以超过数值本身。那 outbox 应该是112358。112358132134559。好，
所以首先我应该要知道，今天入香之后，我要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我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吗？应该要吧。可是我怎么把它？我要怎么把它那个啊？我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光速卡关，干啊，就很难哦。不是啊，我今天拿到一个数值，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多少，所以我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对吧？放在一个地方，所以我应该放到一个这个地方之类的。好，然后我怎么知道我要减多少？如果是18的话，就是1+1。那我来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一开始就是会是一，对吧？除非它是一，那就是一。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生出一个一，是这样吗？所以我可以直接把0+1，然后放到8吗？应该可以吧。然后先输出一，接下来再1+1，然后再去减掉那个数字。如果，我思考一下。光速卡关，真的是光速卡关。想一下哦，今天进来一个数字，先不要好了，先丢掉。唉，人生好难啊！我先复制。我先加一，加这边啊，不行，我先 copy 这个零，然后 copy 到这里，然后加这里，它就会变成一。然后，怎么感觉很冗长啊？就感觉很母汤哎，我要思考一下，我是不是需要笔跟纸啊？等一下，我要先救一下我的化妆品，太阳太大了。好，我要笔跟纸啊，那真的需要笔跟纸吗？好的，拿出我的笔跟纸。再拿出我的笔。
么这么认真？你怎么觉得数学的东西多了笔跟纸不会就变成会？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兄弟会背弃你，女人会离开你，数学不会，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哦哟，等我思考一下。总而言之，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开始都会有一嘛，一，所以要先复制一个一，对吧？然后先输出，这听起来木汤哎。好，然后。有了一之后我就 out box， 然后接下来呢，我再跳回去，感觉听起来好像很母汤哎，没错，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为什么听要问号？听要嘲笑我了？没关系，我就烂啊！真的头很痛啊！这首歌我超爱的，这首是我的爱歌。好，所以反正我们现在，等一下，我思考一下。我知道应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总而言之。我就是要出数字，然后我手上要出去的数字应该要等于手上的数字如果是18的话，那就是好累哦。我头好痛。18的话，汪爽太复杂了。18应该先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就是一加一，加完之后相加。等于2，然后把手中的数值送出去，然后2再去减我手中的数值，如果是负的话就代表还没到，所以我再继续2加地板上的1变成3，然后 out box， 接下来再把那个3减掉地板上的那个数值，如果还是负的我再继续加，如果是正的，我就不做了，再拿出新的一跟一，然后 all box， 太多数字了，我还是去看天能解析好了。好，没事，好好笑，可爱。我看呢，为什么大家都在看天能解析呀？哦，也没有大家啦。看，刚刚昨天有发现到说你在看天能解析，它是很需要，它是很特别的一部片吗？不知道用怎么去形容它，很特别的一部片吗？所以也就是说呢。
好，还是很特别，十分特别，很特别，就是好，你去看，看完之后会问好吗？好，我刚刚讲了什么？我刚刚的想法就是，我今天 copy， 我先出了一个八，然后帮他加一，出香，然后再跳到再 copy 八，然后再出香，到底算了，我先全部的指令都打上去好了，好废哦。好，然后呢，我先 inbox 生出来之后呢，把它放到像这里好了，复制到这边之后，我再把地砖上的，我就再 copy 八，我就再 copy 八，然后相加，等下相加是手中吗？地砖上的内容跟我手中的数字相加，地砖上。跟我手中，等一下，手中运算会到哦，好，运算会到手上，那就好。也就是说，我 copy 的八，然后跟八相加，它会变成二。好，然后我再把我手中的数字。香加会到八，然后香加到八之后，我再 copy 到。我就觉得我在哪里，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天哪，也太酷了吧！大概就是那种导演自己导爽的，不管观众看不看得懂的电影哦。这还蛮特别的哎，可是它算是一部神作吗？是会，就是虽然很问号，但是会推荐别人去看吗？你老板看过的说法哦，原来如此。有很多那种很艺术的片，专精于一些拍摄手法，或是整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对影视没有什么。我对影视没有什么研究，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严格，我是说历史严格之类的。主播人呢？没事，原来是我画面有问题，怎么了？我怎么了？我这边好多密密麻麻的东西，我刚刚想起来。OK， 好 ，Hello， 那个，为什么你画面有问题？抱歉，在这里啊，怎么了？啊，好啊！现在一堆人要来嘲笑我了，啊，头好痛哦！我可以看那个吗？我这样子要怎么在四点以前？两点半了啦！画面停在游戏封面，真假的？现在还有吗？哦，现在还好，现在没有了。我的问题啦。嗨，娜嘎，你现在人在哪？最近过得好吗？主播好了啦，我们喝酒好了啦，我很想喝酒。看，游戏台不好当哎。好了啦，喝啦，哪次不喝？在美国四点过这一关差不多，看我觉得四点也过不了，我想要赶快玩完，我想要把它玩完，然后
我觉得痛苦都是比较来的。我现在玩了这款游戏，我觉得 Firewatch 好像还好了耶，就不就是迷路吗？大不了就是乱走，暴力式解法总是可以通过。干，这无法暴力耶，喝了灵感比较多，我喝艾必斯好了。九月中要回台湾散播病毒，这台难得不是在喝酒。你九月中回来，恭喜耶！那你快回来了耶，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现在已经八月最后一天了。我开台满四年了，开心，差点要讲四个月。开台满四年了，虽然还很菜，但是就爽啦。哪有难得？我这台本来就是游戏台，好不好？只是最近。我也是买了很多游戏，好想玩哦！哦，有一款游戏我很期待，不可以再岔开话题了。好，不可以再岔开话题了。好，我继续认真的玩。但我觉得那一款游戏，我一玩下去，我就会真的每天带笔电回家玩了。恭喜耶，九月中散播病毒，散播欢乐，散播爱。哎，好的，所以他到底要干嘛？好，我们就土法炼钢法，不要我们，抱歉，就只有我，就对，只有我是白痴。靠呗。好了，我现在熬吧，我现在出翔，然后现在入翔，我要把它 copy 到0，然后再从8 copy 我刚刚的1，然后相加变成2。我要再拿这个数字去减，可是我应该要先 copy 到这里才对吧？我要先把数字放起来，对不对？然后我放下来之后，我要再去相减这边的数字，如果是负的话，那就代表我还要再继续出箱；如果是正的话，代表不需要了，我就跳回到我相减之后，如果是正的，所以我就再做一次。复制一，然后出箱，再入箱，再复制一。如果是负的话，唉，好累哦。如果是负的话，代表我还要再继续加，也就是说我要复制地板上的7。如果是负的话，这是要对。1.3 million。好，我要从这边跳，那我的应该要从，如果是负的话，那我就跳到这边，然后复制7，也就是2。嘟嘟嘟嘟，复制7，然后凹。box， 接下来再 copy 7，然后加8，然后再 copy 到7，也就是直接再跳回去，就是从出箱这边，再跳回去。Copy， copy 到7之后，我出箱了，所以我应该还要再 copy from 第7格这个东西，这个数字，所以我还要再 copy 一次，出箱，然后再 copy 第7格，接下来。我要再相加8，
就是跳到这边，然后相加了八，再 copy 到七，什么东西啦 ？copy 到七，我看一下，怎么可能是九条啦？哦，想一下哦，哈密瓜，哈哈，哈密瓜，为什么你会突然讲到哈密瓜？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古夜。能过就行啦。好啦，我也这么觉得。我就看一下嘛。好，我是不是还有一个还没有想到，就是要怎么让他再回去最一开始。All box。Hello， 你好，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好的。我想要先 run 一次欸，我根本不知道在骑什么啊，干！而且我很容易就是只会为了这就是就对，就是就没事。好，香扎拔，我从这边跳回去 ，copy 从第七格。复制之后出翔，然后再从第七个复制，再跳回去相加八，也就是二，可能会二加一，二加一之后我再 copy 到七。等一下，我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也就是三，然后我再减掉这边。如果是负的话，我就再继续 copy 七出翔，然后再 copy。七，然后再相减八，相加八，不对，这样子就一直在加一而已，所以应该是，我现在手上有三，难道我要放到另外一格吗？有需要那么多格吗？算了，都放好了。所以我今天如果放了二，我 copy 到了七出箱，然后再从 copy 又 copy 到了七，然后箱加八，我应该放到六欸，可是这样子感觉怪怪的，我有需要那么多格吗？你现在要干嘛？这是第几关？这是第……我其实也不知道欸。他的名字叫做费布纳西。费布纳西。我们的费氏数列，应该二十几吧，二十几我忘了。好，这样怪怪的，我是应该先打掉重练。等一下哦，我 copy 到了加一。然后 copy 到了八，再出箱之后入箱 copy 到零，我再从八 copy 起来 ，copy 起来之后呢，我再相加八，然后 copy 到七，然后再减零，如果是正的，就代表可以重新来；如果是负的，我就继续加。我就在 copy 七，然后出箱，这时候应该是二。这时候的数字，这时候第七格的数字应该是第八格加第八格，第八格不能动，所以 copy 到七之后，我要出箱，然后 copy。
coffee 七，再香加八，这个先不要了。coffee 七，然后再香加八，之后 coffee 到六。我觉得要先想清楚啦，我也很想想清楚。我是想要，就是我是想要今天他前面的数字，因为不管怎么样，前面都会是一加一啊，对吧？是吧？看，只是看拿到的数字会是一还是多少？应该是前面会有两个数字是。反正前面会有两个数字需要相加，什么？假如像一加一，如果拿到数字是一，那就是只有一；如果拿到的数字是其他的数字，假如像这边题目写的是十八，那就是说我今天要一直从一加一，然后变成二加一，然后，哎，我刚装到多少？然后。三加二，五加三，也就是说，我前面两个数字的和要再加，要再加第二个数字。所以两个数字的和，两个数字的和要再加前面那一个数字，所以我必须要知道前面那个数字是多少，然后再拿手中的数字去加它，然后加完之后，在出箱之前还要去看。这关我会，嗯，很棒。四点破完，你不以闭嘴啦！哦，啊，算了，我就懒，好不好？三十岁的不要好了。2025年的8月30号下午4点，这样可不可以？自我放弃，头好痛。所以我想要从9 copy 到八加一之后出箱，接下来又 copy 八。不对，我应该要 copy 从八 copy 到好像还怪怪的，把这边都拉掉好了。copy 到八，等一下，前面两个数字需要先乘除一 ，copy 到八，然后copy 到八加一之后出箱，然后对 ，copy 到八，然后加一。copy 到八加一，再 copy 到七，接下来出箱，然后再回到七，
再回到七，然后复制了一之后，复制到七，然后等一下，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数字。那个数字相加，然后变成说我的七是前面那一个数字，然后我要加手中的数字相加七，就会变成第二个数字，所以 copy 到第六个，所以第六个是好饿好饿，真的好饿好饿，所以我 copy 到六之后，第六个就会是前面一个数字跟后面那个数字相加，也就是第六个。所以我在出箱吗？哦，不对，我要先看，我要先剪 ，copy 到第六个，我要先剪这一个，哦，我还没有 inbox， 抱歉。我要从哪里开始 inbox？ 从哪里放 inbox 啊 ？copy 到七，然后相加，然后 copy 到六。哦，不对，手上会有数字，所以应该要在出箱的时候入箱。这样也太多补了吧？等一下，出箱的时候，从七 copy 过来，然后相加 copy 到六，接着算了，从这边入箱，拿了东西之后呢，再放到第零格。放到第零格之后呢，再从七复制过来，相加变成了第六格。放到第六格之后呢，再拿去相减第零格。如果是正的话，那就跳回去。就跳回去继续拿 inbox， 如果是负的话，那就是继续做哪里？相减这边好，相减这边代表我应该要输出第六格，所以要。从这边 copy 第六格，然后 outbox， 接下来再从记得大一刚学程式，写这个也是超痛苦。你们会需要写这个哦？我不知道哎。看来我现在就是幼稚园。哦，我叫我妹来写这个好了。不错，我觉得还蛮适合当我下一次的开台内容的。我觉得，怎么自己会这么笨呢？这是一个很感觉很显而易见的东西，那我不知道我脑袋是哪一个回路出了问题。
我小孩出生我就让他玩这个，没破完一关，不行欸，这个有41年，不能一年破一关，那不然从他升小学开始好了，每一年就写三关，每一年就破三关，生日当天开始算。长大后念文组，你说我小孩吗？这也是没差啦，就他自己的选择，就我也没有办法干涉什么，就我是觉得游戏很好玩，对，妈妈想要让他就是一起玩这样。别人是这一代当工程师，下一代就能念艺术类的，凯莉怎么逆流而上啊？那是因为有我，虽然我上一代也没有当工程师啊，上一代我们家人都不是，我爸妈啦，不是我们家人，我爸妈悲惨童年，台主现在是酒精艺术师，闭嘴啦吼，又在嘲笑我，你们这群人。好好笑啊！受不了了，我玩那个玩了几分钟了，一小时哎、欸，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我可以蠢成这样？我卡那么久，好，反正我现在想要我从第六个 copy 干老师。复制，我从第六个复制，我出箱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再从某一个地方，第六个是第八个箱加，也就是说，看这样子不对啊，我不可能，它有几个数字，我就用了几个啊，这样太多了吧，太不合理了吧，一定有什么方法是可以。第六个是第八个箱夹，所以现在我要把第六个箱夹第七个，应该之后都可以这样子做吧？出箱之后再从第六个，我再从第六个复制。算了，我直接随便贴好，我已经不想要思考要跳去哪里了。我要从第六个复制啊，不对，我应该复制第七个，因为是前一个数字嘛。从第七个复制相加七，等一下，所以我应该要复制第六个，然后相加七，然后再复制到第六个，然后再去减它。如果是负的话，我就复制第六个出箱；如果是正的话，我就再重新回到 inbox。算了，我先看一下到底是在干嘛好了。我好累哦，能享受喝酒不错啊，没嘲笑，能有耐心玩游戏也很厉害，有吗？我根本就不想动脑，才不会，你们上班都在动脑。Hello， 怎么了 ？Hello， 你好，起源。你要不要先用纸笔写出来，写在你的小本本里面，说不定这些公司早就不用写，靠背哦。我刚刚有想要尝试用我的纸笔写出来，但我发现啊，我的一嘞，哦，我没有复制到一，
错了，我看一下哦。我在这边商家了七，对。嘟嘟嘟嘟 ，Hello， 你好，嗨，发现什么？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 ，Copy 从六。今天是两个数字，前面两个数字出去，所以 copy 到六，相减，然后跳，所以我今天应该要从七复制之后相减，再 copy 到六，然后如果是负的话，又要再从六这边复制过去出箱，可是我刚刚没有，我卡在哪里？我从七 copy 出来，相加之后，等一下，不对，等一下，我忘记加入。如果是零的话，好，算了，就等一下再思考好了。我想一下哦，今天 inbox 我复制到零，然后从七复制起来之后呢，我要再相加这一个数字。等一下，杂券，等一下，为什么要相加啊？我需要喝点咖啡。完蛋了，我游戏又快回来，然后一关都过不了，好想破完这款游戏哦。我觉得明天上班会不会头更痛？好，应付白痴。copy 到零，然后从七 copy 起来 ，copy 起来之后我应该要 outbox 吗？ copy 到七之后，我应该相加？不对，应该是从上面开始。我出箱之后，我应该要从七，我应该 copy 七，然后。copy 七那一格，copy 七那一格要干嘛？第八格就是第一个数字，所以第七格应该是第八格。第八格，第一个数字。第七格应该是第八格加第九格，就是一加零，所以等于一，所以是在第七格。
然后第六格就会是第八格加第七格，所以会是二。那接下来就是第六格加第七格，这就是三。然后三之后放在第六格，又会再去加七，是五。哎，五吗？第七格是二吗？哦，我头好痛。台主你好，我觉得这游戏好难，这游戏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谁买的，到底是谁送的，头很痛，我头很痛。好，也就是说我今天 copy 到了第九个，复制到八，然后八加一，砰，加一，然后 copy 到第七个，出翔，接下来就是从第八格复制起来，然后加七，不对，第八格复制第八格，复制第八格，然后加第九格，然后复制到七，也就是说我需要 O box 之后从第八格复制起来。等一下，不对，复制八，然后相加第九个，再复制到这哪里怪怪的 ？copy 到从第九 copy， 然后复制到。等一下，他加一是加手中还是出现在地上也会回到手上？所以我从第九，我应该不需要零这个数字吧？还是我可以干脆从第九格，我就不用 copy 了，我直接把第九格加一，也就是说，我把第九格加一，然后复制到第八格出箱之后，从第八格复制起来。不行欸，我需要零，这样一加零才会是一啊。fuck， 什么啊？复制到八，啊 ，all box。我朋友说这是中文游戏，我只觉得我逻辑全死光了，我逻辑也全死光了，真的超难，我真的很没有逻辑哦。第九格，这样不对啊，感觉零应该是要留着才对啊，这个是零，所以零加一。复制到八出箱就会是一。哦，这边可以写字哎，这边就会是一。copy 到一，接下来出箱，我再从一 copy 起来，箱加零。等一下，它这边加一到底是？对，这不会是这不？我看一下哦，加一运算结果会出现在地上，也会回到你手中，所以我不能用碰，我应该要变成，我今天一样还是得复制，从零复制一个。等一下哦，我今天把这个零加一，然后 copy 到一之后出箱，
再从一 copy 了一，然后相加。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相加一，然后 copy 到这个，好，复制到这个就会是一加一，一加，好废哦。一加一 ，copy 到一加一，好，不行，这很好笑，我会被笑。反正总而言之呢 ，copy 到了一，然后从一复制起来，相加一，再复制到一，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数字。接下来我再入箱去复制到零，复制到早上这个叫 A 好了，这个叫 A， 好，这个叫 A， 我复制到了，等一下跑去哪了，我 copy 到了 A， 然后再从一加一复制，然后我从这个数字复制起来，我应该要相加前一个数字，所以我应该是相加这个数字才对。我相加这个数字之后 ，copy 到第六格，也就是。B 好了，好，我 copy 到了 B， 然后我再去减 A， 如果是正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是正的话，所以 B 大于 A， 所以我们就再重新回到再拿 inbox， 然后再 copy 到 A， 然后复制。复制到 A， 然后 copy， 不对啊，如果是负的话，Hello Johnny， Tim 跟你说一定要来，为什么？你有帮我跟卡主播说我刚刚在开台吗？没有，完全没有，他没有说。嘟嘟，安安，没有人，怎么你一个人默默的？没有哎、欸、，Tim 没有说 ，Tim 刚刚完全没有说，好好笑哦。我的指甲是怎么了？好，总而言之呢 ，copy 到 A， 我已经不想管了。我刚好像想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但是我不敢去正视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复制到了，好，如果是负的话，就代表。如果是负的话，就代表还要再继续放到 outbox， 放outbox， 然后所以我要再复制 B， 然后出箱，然后再复制 B， 去加，我复制从 B 复制，然后我要再去加前面那一个数字，也就是。也就是一加一，
所以我要在复制 B 之后相加。我应该是要再相加一加一。复制，我要相加一加一。不可以跳去哪？相复制，从 B 复制，然后相加一加一，然后再复制到 B。复制到 B， 啊，好累哦！你居然快睡着了，刚刚是户外台，没办法转过来，没关系。你刚去哪里玩？为什么它变成一了？哦，没事。好啊，他没有给我复制一耶。等一下，哪里出了问题？我希望他。他拿到一之后放下了一，输出一之后，我希望他从这个一复制之后再输出一次一。输出完之后再复制这边的一去相加。从一这边复制之后，再出箱，然后再相加，就感觉看起来怪怪的啦，感觉超怪的，好像不是这样子哎。那这边三放到 B， 相减是负的，所以就输出 B。不对，应该是一才对，应该是二这个才对啊。它一加一。等于二，等一下，一加一等于二，它应该要放到 B 才对，也就是说，这边我头真的很痛。台主要看 Metro 的小说吗？我不敢，我不要，我不要。哦，好烦，这游戏好烦，救命！我要看攻略了，我要看攻略了。我才20年呢，还有41年呢。Copy 到二，这不是游戏吗？所以复制到应该我要出去的数字应该都要复制到 B 才对，所以我应该复制到 B， 然后 inbox， 然后 copy 了 A， 再从一加一，可是一加一没有数字，烦死了！小说改编的酷哦。不行，我受不了了，我要去看攻略了，我就烂。我来找一下攻略。豪华版。竟然他有手机版哦，因为我刚刚打人力资源机器出现的 APK。攻略在哪里？我就烂。我就分
怎么没有攻略啊？不可能吧？我来看一下。哦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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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22关，神奇的斐波那契。来吧，这不是工作哦，这不是游戏，这是我们的工作。抱歉啊，我就懒嘛。哎，它是影片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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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怎么关掉？哇，好，他们跳舞还有水，看起来好累哦。好，赶快。耶、好大声哦！为什么就只是他的攻略？哇，他有那个，哇，他好酷哦，他有那个。那、啊、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啊？其他的情况啊 ，input w 等于 x， a 等于 e， b 等于 e， 为什么？哦，好，所以 a 小于 w， b 小于 w， 那 output a 跟 b， a 小于 w， b 大于 w， output a。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 A 大于 W B 小于 W 吗？所以好抱歉没有啊，有欸， A 大于 W B 大于 W。 哦哦，A 等于 A 加 B A 等于 A 加 B， 他好酷哦！他在解说哎、欸，我为什么放假要玩这个啊？四点全破不是梦，这不是游戏，这是我们工作。为什么四点全破不是梦？啊，就不没有人帮我啊吼，我就烂啊，哎，然后再回到 input， 好，也就是说 ，a 等于 e，b 等于 e，w 等于 x， 然后去判断今天 w 减掉 b 跟 w 减掉 a 到的的。W 是谁啊？好，反正应该就是后面那个数字吧。你就是说 A 大于 W， A 小于 W，B 小于 W。他怎么感觉跟我玩的游戏不一样？我们来听一下好了。然后把它，刚才我们定义了三个变量，一个是 W， 一个是 W， 是 A, 好。哦哦，这个是 A， 这个是 B， 好。好丑啊！不过我就丑点吧，你们看懂就行啊，都是中国人，看不懂啊。OK，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的这个数名复制给 W， 就 W 等于 W 啊，就是做的。哦，我懂了。A 和 B 啊都变成一，啊这边我们也就是说 W 减掉 A， 应该说 A 小于 W。W 真的很可爱，你还有攻略啊？不是啊，这攻略很长啊，大哥。那么现在 A 和 B 就都是零。A 跟 B 都是零。就各加上一个一，那么就 A 和 B 就都是一了。好，这是我们的准备工作 ，OK。各加上一个一。我们要先把 A 一亿。OK， 要先把 A。所以先把 A 跟 B。加了一个一，先把一输出。输出。然后再。再把 A。再复制一个 A， 然后再输出。等一下 ，A 加一 ，B 加一，然后输出。输出的是谁啊？输出了 B， 然后再复制 A， 然后输出。我们先不管判断，我们先实现这个 A 加 B， 然后 B 再加 A， 就是右边这两个蓝色的那个框的。A 加 B。A 等于。哦，先不管其他的判断，我们就先输出最开始的，就是。W， 好，等一下，让我思考一下。
box 先复制到 W， 也就是说，哦，这边可以清空了，谢谢。这边废，这边也可以都清空了。好，好，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好，这个我就学他写个 W 吧。好，这边他说是 A， 好，这边他说是 B， 好。好，也就是说今天先跟我刚刚想象中的差不多，先 inbox 把它放到一个地方， copy 到 W。 好，不是，他讲 W 真的很可爱，我觉得 W 很可爱，所以我现在要讲 W。 好， copy 到 W， 然后呢我再去 copy， 我从零这边copy 一个数字，然后 copy 到 A， 然后 copy 到 B，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然后 A 跟 B 都加一，所以 A 跟 B 都加一，接下来就输出我手中的 B， 然后再 copy， 不对 ，copy 不是，走开！哎，我这边。我再从 A 这边拿一个数字，然后 output 之类的。好，这是他的教学。好，然后就对，好， A 加 B， 接下来看一下 A 加 B 怎么实现。OK， 首先呢，我们要从 B 这儿拷贝一个数，用 B 去加 A 的数啊，注意啊，这个顺序千万不能搞反。用 B 这个数加 A， 我想到，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我感觉那么长，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把一把它留起来，但其实我只要每一次再从，我只要每一次再从地砖上拿那个零就好了。哦哦，我大概懂了，好，应该吧，好，没事，我再继续看。然后把它复制给 A。我加 A 复制到 A， 手里拿的是这个新的 A， 就是那个黄色的 A， 然后我们再用黄色的 A 呢加上 B， 然后再把它拷贝给 B， 那么这那两串就搞完了。搞完了。我们就要判断 W 跟 A 跟 B 的这个大小关系了嘛，对不对？大小关系 W 好。所以他现在这边的做法就是，我 outbox 之后呢，我再从 B 这边复制数字，然后把它加我们的 A， 然后加了 A 之后，等一下，相加 A 是，相加 A 之后会回到地板上，所以我再把它 copy 到 A， 把它放着，然后再去加 B， 然后再 copy 到 B。 等我一下哦。哇，天哪，喂，我
喂，怎么办？紧急情况哎，室友快回来了，我还没玩完，都要四点了，怎么办？好吧，我们快速的过好了。啊、哦，怎么办？好，我要来写一下，继续烧脑。有看攻略，好。好，打个蛋叔好了。早安，嗨，汤包，早安。今天 ，OK， 情况怎么样？现在手里拿着 B， 我们先拿了一个 B， 好 W，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copy 到了，我们从 W 去减 B， 哦，它是用这个方式的，不是 B 减 W， 就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反正。总而言之，如果是正，如果是负数的话，就代表 B 比较大，所以就这样子。不对啊，请室友一起来解题。他应该会说这什么鬼，不要。等一下，我要来截个图。我手机变好慢了。我回一下，等我一下哦。什么？他又想干嘛了？那你先化妆。我不要化啊。他在笑什么？哦，室友，室友打电话来了，好恐怖哦！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这要怎么接啊？这要怎么接？这要怎么接？怎么接啊？喂，喂，喂，嗯，好好笑、哦，笑屁哟、哦！这从这怎么关进化成这怎么接？靠北！不是哦，怎么办？还没玩完，我们回来再玩好了。室友逼我出门，但是我至少得破完这一关吧？哎，不是，大哥，我。开了一个小时半，然后完全没有破半关。
有开我再出门。哦，好。好，我等等换个衣服就可以出门了。我不想要化妆。总而言之，我来看一下好了。哎，它变成下一关了。所以它的做法就是，我觉得它还蛮棒的，因为它会解说。好，我先来看一下，反正它这边我复制到了，我复制到我相加 A， 然后再相加 B， 然后复制到 B， 然后再复制我的 W， 复制我的 W 去减掉 B。然后接下来去判断说它是负的还是正的，嗯，看来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是正的话，那我就复制我的，等一下，如果是正的话，我就复制 copy from A， 然后去 outbox。好，那如果是负的话，我就。哦，没有欸，我这样子要一，我要两个都 outbox， 我的 A 跟 B 我都必须要 outbox， 就是说 copy A， 然后 outbox， 然后再 copy from B， 然后 outbox， 然后在相减的时候去判断相减，好累哦，学习很累。游戏怎么那么烧脑啊？啊，怎么？等一下他突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果是哦，然后再回去之前 copy from B 的时候，从这边我看一下哦。我们要必须再回到等一下，今天如果是两个都出完之后。我们要再跳到从 B 复制，然后再想加，这样子直接加上去。哦，看，好聪明哦！那如果是复数的话，我们就要再 copy。如果是复数的话，我们就要从 W 复数完之后减掉 A。哦，我们要去判断。哦，就是他刚刚讲的 A 小于 W 或是 B 小于 W， 是这个意思吗？是要从这边。复制 W， 然后相减 A， 然后如果是负的话，就要再回到最开始，重新入箱。然后再 copy， 我要再 copy 一次了。我要再 copy 一次的 A，
所以也就是说，我今天copy 的 W 减掉 B， 如果是负数的话，我就再判断一次 W 减掉 A 是不是负数。如果不是负数的话，那我就要再 copy 一次 A，copy from A， 然后再去 outbox， 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之后再回去最一开始。想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哦，他还可以看呢。对，我暂时还没想好是怎么解决这个缩短命令的问题啊，但是我这套命令是绝对可行的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十九，绝对可行的，再加二啊，对不对？大家先怎么？这是我的思路啊，纯是我的思路。然后，哇，好猛哦！这些人怎么想出来的啦？好强哦 ！Hello， 纪年，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就要关了，因为可能要出门啊，还没开开，我完全没有破完，实在太难了。这太难了，我太难了，这怎么就这么难呢？我看一下哦，想一下。这怎么就这么难呢？先拿一个数字，然后从零放到这边，然后相加再放到这边，然后输出，然后再拿一个 A 输出，之后再拿一个一相加放到 A， 然后再相加放到三，然后再相减，然后再拿三。输出，我再拿三，再加二等于五，五再加三等于八。哦，先相加，然后再去减看。好了，我看来我得出门了，把调快一点好了。他们真的还蛮猛的哎，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聪明。好吧，看来今天不是今天，现在目前就只能先到这边了。好自找，拜拜拜拜。我等回来再继续开吧，我真的很想今天把它玩一玩，好烦哦。而且我日记都还没写。好啦，先这样，我们晚一点再说吧，等之后回来吧，拜拜，大家再见。